阿底峡尊者云，大小乘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发起了菩提心。由此可知，发菩提心和手持菩萨戒是大乘修法的核心，是从一开始发心乃至成佛间都不能缺少的主要因素。作为一个修学大乘显宗或密宗的人，应该观察一下自相续中有没有相似及真正的菩提心。若无，则肯定不是大乘的修行者。我们知道，真正发菩提心，远非仅做个好人，做些好事那么简单。但相似的菩提心，却是很容易升起。还应观察一下自相续是否通晓菩萨戒的学处，得到菩萨戒体应如何去行持，有多少学处，破此戒祸患有多少。这些基础的常识都应该知道，万不可自以为是菩萨，有了菩提心，或自以为有清净的菩萨戒体，终是自欺欺人而已。若自相续中无相似即真正的菩提心，而仅仅手持菩萨戒的学处是不够的，还不够完善，故应在大乘善知识前如理如法地
依靠阿舍离和仪轨的加持。再加上自己的因缘力，发起相似或真实的菩提心，而手持菩萨戒。海涛慈悲基金会，散播慈悲精神，照亮社会角落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妇幼、年长者、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。海涛法师于2019年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，秉持佛陀弘化社会、利益众生的慈悲心，积极关怀社会，同时致力于社会净化的工作。监狱关怀、校园讲座等，慈悲是佛道之根本。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，让慈悲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。护持账号：50416116，50416116，户名：海涛慈悲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基隆法王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念佛一支香、佛前大供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、护生及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立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10号星期一上午9点，地点基隆法王寺，地址基隆市仁爱区龙安街198巷4弄17号，联络电话02-2423-9448，02-2423-9448，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，恭请湛广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。下午30细念护生暨慈悲施食，地点屏东菩提道场，地址屏东市建华一街104号二楼，联络电话0875160018，0875160018，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见解脱，不空眷所观音，出自不空眷所序。不空眷所实为观世音菩萨诸多化现之一，也即三面四臂之观音大士。凡见此相者，其功德如序部所云，有如下种种。亲睹此相，即同现量观见观音圣言及布达拉清净刹土之无量宫殿，仅睹一面，即能彻底解脱，包括无间地狱在内之
八大地狱之苦及八种部位，乃至五无间罪，一见此相即可清净设法罪、谤佛菩萨罪等大小一切罪业，并积累如百千大梵天之福德，且获至世间所有之善根，临命终时限量清睹观音慈面，并得殊胜心之安宁，此后顿生极乐世界，又远离一切障碍，且能意念百千宿世之事，直至菩提果间，今生乃轮回最后一世。见相一次，即具此无量不可思议之福德功德，何况时常观想作意，以至供奉具缘者，皆当位至不退地，直至终取无上正等觉。不空摩尼供养咒，那年轻人最好把它背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各位以后你上班啊、办公室，家里没有佛像，你就观想啊，念这个咒，念这个咒等于十大供养通通具足。而且念这个咒还有什么功德？今天各位穿皮鞋来，那一只牛马上超度。这个不空摩尼供养咒，你供养完以后，这个力量就把我们身上那些动物的东西啊超度了啊，所以这个咒功德很大啊。如果不会念，就念嗡阿吽嗡阿吽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念，然后现在你观想诸佛菩萨很欢喜，接受我们做大供养，要让众生脱离三恶道。来，哦，阿摩嘎波迦摩那巴美班扎拉达那格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吽，哦，阿摩嘎波迦摩那巴美班扎拉达那格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吽，哦，阿摩嘎波迦摩那巴美班扎拉达那格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吽。见解脱不空眷所观音心咒，又称不空宝珠公云咒。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各念七遍，可令犯五无间罪者亦得解脱。此咒功德还有，众生死后，若其骨头在一千年后还存在，只要肯定他在六道轮回当中，不论地狱道、恶鬼道，持这个咒，给其骨头吹一吹，他就能得解脱。此心咒只在上午诵一遍，就能使如七山王般的五无间罪无余尽除。受斋戒者念诵，能于佛刹中获得大普贤果位。观世音菩萨与三世诸佛、广莲花等圣尊，以及觉性王等一切随行赐予席地，诵百千遍，能使舌根变得如金刚般稳固，与金刚藏等同，具有如莲花瓣一样的色彩，身体清净如金刚般无法侵害，青春年少，诸根具足，无有臭气，极为芬芳，殊胜乐意，声音动听，诸众轻彩，成为供养处。此后于阿弥陀佛前成为具足清净身及一切功德的佛子，得大菩提受记。